尊敬的王董事、吴执行长、诸位会长、诸位嘉宾、诸位同修、诸位老师、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三，马来西亚净宗学会的会长们与同修们，在这美好的时期光临汉学院，大家欢聚一堂，共庆新春，我们感到特别欢喜。去年的一整年，我待在欧洲的时间比较长，去了英国两次，也到过法国巴黎。按照每年我们都会到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国际和平会议，在去年的和平会议中，我们首次举办世界各族万姓先祖的祭祖大典，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史无前例的创举。典礼全程都是依照中国古礼来进行，非常殊胜庄严。我们这一次到联合国参加活动情况很特殊，因为教科文总部组织为我们正式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取名为净空之友社。这样的缘分是我们以前不敢想象的，因为我们知道教科文组织的办公室一般都是分配给世界各国的大使团来进驻办公的。这一次我们能有这样的特殊的缘分，它缘起于去年三月有九个国家驻教科文组织的大使代表参访了澳洲图文巴士。我们在图文巴当地推动宗教团结已经有17年了，这些大使在图文巴亲自见到了宗教团结的成果，他们看了非常感动，体会到宗教团结确实能够造就出一个和谐繁荣的社会。于是这些大使回去之后就积极地为我们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当中申请设立一个办公室。他们的希望我们能够把促进宗教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的理念、方法与经验带到联合国，帮助他们化解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对立冲突，带给世界真正的安定和平。确实，我们能够感受到，现在这个地球最急需要的就是和谐，就是安定与和平。现在是全球一体的时代，地球变成了
一个村庄，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彼此都是紧密联系的。任何一个区域发生冲突，它的影响力很快就可能会扩散到全球。换句话说，地区性的问题很快就能够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审查过去的经验，我们能够体悟到，在一个充满动荡冲突的时代里面，人心不可能安定。教育的百年大计也就很难落实，很难实现。因此，人类精神文明的复兴，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都必须要依赖一个安定和谐的世界秩序，才有可能实现。我们读过汤恩比博士晚年的一些文章，看到了他老人家晚年念念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核武战争。确实，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无论是核武还是传统的武器，威力都是空前的。现在许多非核子的传统武器，它们发展演进的速度都相当快，而这些武器对于国家政权的生存都有很大的威胁性。所以现在大国与大国之间，就算一开始只是传统武力的冲突，也很容易就升级成为核武战争。这当中很难有一定的界限，这非常可怕。因此在这个核子时代，人类绝对不能打仗，绝对不能爆发战争。过去有领导人曾经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问我，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我当时回答他说，只要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族群与族群，宗教与宗教，这四者都能够做到彼此平等对待，和睦相处，那么世界和平就实现了。他当时听了这句话，皱着眉头，表情很严肃。我们停顿了一会，接着向他解释，我说这件事确实是很难，非常棘手，但是从宗教下手就能够做得到。宗教和谐能够影响族群之间的关系，能够影响政党之间的关系，并且会影响到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宗教的和谐与团结，它的影响力是超越宗教领域的，它能够为世界各民族的和谐共存带来凝聚力，也能为世界各国的国内政治带来稳定的格局，乃至
为当今全球的国际关系带来安定与和谐。宗教有这个力量，所以我相信从宗教下手就有办法达到世界和平。如果我们不从宗教着手，那么世界和平确实就会很难实现的。我们看图文巴的宗教团体，他不可能只影响到宗教领域，它会影响到社会的许多层面。它带给社会的帮助，带给社会的繁荣，是整体性的。所以，我们要想帮助这个世界，现前当务之急，就是要帮助这个世界各大宗教的教徒们彼此交流，彼此学习，彼此了解，彼此团结合作。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我们要努力让世界各宗教都回归到教育，这个宗教啊，每一个宗教本来就是神圣的爱的教育，他们都是关于伦理、道德、因果以及圣贤智慧的教育。只要各宗教都能够回归教育，只要各宗教的传教士与信徒们都能够深入学习各自宗教的经典，并且也能够适当的去认识其他宗教的经典，那么宗教的团结就会有真正稳固的根基。倘若世界各宗教能够在经典互相学习的基础上达到团结，那么这种宗教团结就不仅仅是依赖彼此日常交流的那一份情谊而已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团结。那时候我们会在伦理道德这种团结，会在因果的教育里面，在圣贤智慧教育里面团结，会在上帝真主以及佛陀的大爱里面团结。这就是真正让宗教回归教育，这就是宗教教育的真正复兴，也是宗教团结的彻底落实。我们能够相信这种宗教教育的复兴以及和谐的落实，可以为我们人类文明开创出千年盛世。我们以前总有个愿望，希望有一所世界宗教大学能够带来培养世界各宗教的传教士。我们希望这些传教士都可以透过卫星网络对全球各宗教的信徒们讲经说法。这所大学里面毕业的所有的传教士，不管他们个人是隶属于哪一个宗教，彼此都是好同学，
这样一所大学对于宗教教育的复兴，对于宗教的团结会起很大的作用。去年我到英国，威尔斯大学校长对于我培养宗教人才以及团结宗教的理念非常支持。他提出要在大学里面设立一个和谐博士班，这个博士班就是要让宗教回归教育，回归到经典的学习。我们也全力支持他办学的计划。这个博士班预计三年时间培养出将近30位具有博士学位的宗教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不仅学习自己宗教的经典，同时也要学习其他宗教的经典。他们毕业后都具有在大学授课的资格。我们预计有了这30位的老师，就足以让威尔斯大学创建一所宗教教育学院，并且我们也预计再过7年，宗教教育学院就能顺利培养出100到150位具有博士学位的宗教传教士。那时我们就可以开办一所世界宗教大学。我很佩服威尔斯大学校长他的远见，他要带头来做这一桩大事。确实要是没有人才没有师资，宗教大学只能是一个空想。校长这一带头让我们看到了希望，3年加7年，也就是10年之后，宗教大学就可以实现。现在和谐博士班已经正式开课，我们感到非常欢喜。我们最近编了一本宗教小册子，书名是《神爱世人》，里面揭露了世界11个宗教的重要经文。我们希望在教科文组织净空之游社办公室里面经常和各国大师一起来学习这些宗教的经文，一起来发掘认识各大宗教彼此一体的关系，把宗教经典里面关于爱和和谐的理念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并且运用这些理念与智慧来化解世界上的许许多多对立的冲突。联合国的这些大师朋友希望我能常住在巴黎。我想到一桩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在巴黎买一栋教堂。这座教堂是开放的，让每个宗教的传教士都可以到这边来讲经。现在我考虑到买教堂的手续与过程太麻烦了，教科文组织里面有大大小小的许多会议厅，我们可以根据听众的报名人数来租用会议厅，
这比买教堂更方便、更精细，也更实际。现在我们已经又租下一大一小的两间办公室，可以拿来当作讲堂与法宝出藏室。听众不超过50人的时候，这个讲堂可以容纳得下；超过50人的话，就临时租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厅。这个办法很好啊，讲经教学非常重要，只有通过讲经教学把宗教的经典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才能够让宗教真正回归到教育。只要我们能够把宗教带回到教育，那么人们就不再认为宗教是迷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了我们这样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要好好的运用这个机会，为这个世界和平尽最大的努力，才不辜负这些联合国的大师们的美好发心与殷切的期望。50000年做这桩事都是缘分，缘分我们想象不到，遇到了没人做我们就做，勇于承担。不能我们做什么，念念都只为众生，却不为自己。在我们心中真的关于自己的只有一桩事情，那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现在又过了1年，我很欣喜，因为我知道等我回到极乐世界之后，我就是无量寿了。所以对这个世界要看破，要放下，我们要一切熬药，我们要为一切众生的福祉承担使命，同时不要忘记导归极乐。到了极乐世界，我们的生活空间才真正的是扩展到尽虚空变法界，没有局限，没有边际。今天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所要团结的只是10几个宗教，当我们到了极乐世界，我们的视野就彻底拓展开来，我们会亲眼见到诸佛如来在无量世界随顺无量众生，化现无量身相，创立无量宗教，宣讲无量法门。到那时候我们就彻底承认了一切宗教的教主确实就是一个真神、一个真主、一个上帝、一尊如来。世尊在华严经里面说过，一切诸佛神唯是一法神，一心一智慧，六无为也然。世尊这段开示也就等于是告诉我们，一切宗教的神圣都是平等的。在佛眼里，
所有宗教的教主其实都是阿弥陀佛，是同一道光明，同一个智慧，同一个悲心，同一个法身。欧耶大师在《弥陀要解》里说得正好，诸佛皆以弥陀为慈。我们到了极乐世界，自自然然就体会到这个境界。在莲池海会里面，纵使我们是下下品往生，得到了弥陀四十八愿的加持，我们一样都是二维月智菩萨。换句话说，我们的身心都得大自在，都得到法身菩萨的受用，智慧能力永远不会退转，一直到我们究竟成佛。而且我们生到极乐世界，在还没有证得圆满的佛果之前，十方世界只要哪一个地方跟我们有缘，我们都有能力能够分身化身到那个地方去，帮助众生，去为众生现身说法。那个时候不论众生喜欢什么宗教，喜欢什么法门，我们都能够把这些宗教法门讲解到究竟圆满。那是我们讲经说法的能力，帮助众生的能力，说实在说跟诸佛如来没有差别，这真正是不可思议。所以极乐世界我们不能不去，真正发起大悲心，真正发起自利利他的菩提心，极乐世界是我们唯一的归宿。阿弥陀佛为我们发了四十八愿，简单的说就是用尽了一切方法，希望能够护持我们尽早离苦得乐，让我们尽早一生成佛。我们不能辜负弥陀对我们的付出，不能辜负世尊为我们多次介绍极乐世界，为我们多次转述弥陀的悲愿。真正想要往生极乐，欧耶大师教导我们，往生的条件是要真心，要真愿。我们要信，真有西方极乐世界，要信真有阿弥陀佛，相信阿弥陀佛为我发了四十八愿，每一愿都是真的，这也是信。然后我们要立定志愿，像立定志向发愿往生，一定要往生极乐，一定要去亲近阿弥陀佛，这就是愿。我们有心有愿，就一定会念佛往生的条件就具足了。关于念佛，我们如果是初修，平常有工作任务繁重，没有很多的时间念佛，那么我们可以每天早晨起床后就念十声阿弥陀佛，晚上睡觉前也念十声阿弥陀佛，每一天不可以缺课，
渐渐的念佛就养成习惯，一有空闲，最好心中就能够提起这句佛号，让它不要间断。欧耶大师教导我们，心愿持名，定生极乐。希望我们都能够不辜负本师世尊对我们的期望，不辜负十方诸佛对我们的劝勉，今生就到极乐世界做弥陀的弟子，一生圆成佛道。今天非常欢喜与大家相聚，祝福在座的诸位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净满圆成，同生极乐，广受无量。祝福世界多元宗教团结合作，回归教育，互相学习，共同造福人类。大家都是众神的使者，祝福世界安定和平，永续繁荣，盛世大同。谢谢大家。